2020年征兵工作正在进行，各军兵种也陆续发布了征兵公益宣传片。这两天，火箭军一款风格特别的征兵宣传片上了热搜。在征兵宣传片中，火箭军一改以往的硬核风格，用十分诙谐且生动的语调发起了征兵广告。资金背景雄厚，业务覆盖全球，世界一流，国之重器，战略军种，前景广阔，而且待遇从优，包吃包住，伙食全是肉。看到这样的征兵宣传，网友们纷纷表示要立刻报名了。我们要再提示一下啊，2020年征兵男兵报名时间是4月1号至8月15号，女兵的报名时间是6月26号至8月15号的18时。那么大家看了这么接地气的宣传片，您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登录全国征兵网报名吧。